传与马良心之作，当时可谓是风靡了大街小巷。孙俪在其中饰演了主角甄嬛，慢慢从天真无邪转换为心机深沉。可是扮演者孙俪在现实中可就是个大马哈，和老公邓超经常在微博中秀恩爱，一儿一女真叫人羡慕。锦汐在剧中可是甄嬛的左膀右臂，可以说没有崔锦汐就不会有甄嬛以后的太后。在现实生活中呢，孙茜在拍摄完后便与年轻富商蔡远航结婚，现在生下一个儿子，升级做了妈妈。眉庄在剧中可是后宫女人的典范，知书达理，孝敬长辈，还能操劳家事，很是妥帖。不仅在剧中，生活中兰溪在与魔猴之称的创作型歌手程翔登记结婚，现在儿子已经两岁了，日子过得很不错。力拼的扮演者是李嘉璇，她的命运很坎坷，老公是导演陆学长，曾导演过《卡拉是条狗》《长大成人的》。可是在2014年，年仅50岁的陆学长因心脏病去世，这对李嘉璇的打击很大，从此以后她便消极不已，至今还会在微博中怀念老公，也是为痴情的女子。